最有魄力的大都市。放心了许多，起码是不会亏本了。接下来就看切开有没有出力。终于，当刀盘切完，内部翡翠完全展现出来时，全场一片惊呼。婉绿、高色、龚先生激动得热泪盈眶，两只手指颤抖。后来，这块大赌石分解出许许多多的片料。2008年的公盘上，大赌石片料遭到了赌石玩家的哄抢，这还仅仅是大赌石的一部分，便已经赚了将近16亿，再加上其余部分。20个亿是最起码的。